比是天公伯对我祝福的，因为伊伫个我的身边安排恁遮亲，你手提的迄是遮人家扫墙的钱，包括着。伊的心脏无好，照规定来讲，伊是袂当过关的。这个问题你敢会当当作无看到？你怎么知影伊提火，遮心会疼？若是讲我输了要死啊，这是我最后的愿望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八点，一家团圆。讲起来，表姐，伊故意要从啥？拢是伊故意提来，要当作是情绪勒索的工具。莫妮卡，伊较早是一个足真讲的人，是安怎连小三安尼失控啊？敢若变一个人？你是认为讲表姐伊精神无啥正常，是伊故意假出？你甲嘉玲比对的报告拢无符合，所以即摆开始，你会使唔免搁再替我烦恼啊？这今日报告出来啊，变讲咱两个人拢不适合管管手。我干那会当假做报告袂出来，假假干那会当搁替你拖两工，我都伤久。彭医师，伊早晚拢会发现的。做唔着代志的人是我，应该提早的命是我的命，来应该让不过的小峰承担这种错。伊之前甲张震南咧拍官司的时阵，伊搁演戏的，半截出讲家己许个拍甲受伤，啊无啦张震南，这头壳偌清楚，人才有在条官司出。这是不是有人要利用伊哦？来伤害咱业界，只有一个人比你优先符合王冠的条件，所以只要我给伊一寡压力，你就是第一优先的人啊！听安尼等于是，等于是抢走别人活命的机会呢。你的心脏不好，你若伫咧光怪过程中发生什么危险，我相信叶少峰一定嘛无多接受你为着要救伊所牺牲的代价。你是我囡仔的爸爸，所以师姐，这个问题你敢会当当作无看到？